喂。谢宇航，你真讨厌，你也不打声招呼。我这不刚打招呼了吗？不是，人家上班时间不能回课。那就当我是来办事儿的。哎，你在这儿能办理点什么业务啊？当然能啊，就怕你没勇气办。试试，就没有我不敢办的事儿。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还有这么个机构呢？哎，咱县里边有人捐过吗？今天头一天挂牌，你办理吗？不敢了吧？你捐吗？哎，只要你带头捐，我就捐。我在医学院上学的时候就已经写过志愿书了。真的假的呀？你自己看。哎呦，苏天慧还上光荣榜了呢。哎，这个是谁呀？我们局长兼捐献办主任，牛吧？嗯，这个是公墓吧？我大一的时候，我特崇拜的一位专业课老师得了尿毒症，等了两年没等到肾源，结果，他捐献了自己全部的器官和组织，救活了三个人，他就葬在这儿。他临终时说：“如果我的器官能救活别人，我的生命就得到了延续。”你怎么了？啊，我觉得吧。这个人挺伟大的。嗯，我觉得我也挺伟大的，你也得表扬表扬我。其实也没什么，我们班同学都申请了，既是潮流，是时尚。哎呦，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呀！我怎么早就没发现呢？你少贫。说。啊。怎么填？哎，不是。你不会来真的吧？我得支持老同学的工作呀。我就是一办事员，还是实习的，我做不了主。那我去找局长啊。哎，我这面子可是给你的啊。我哪能有那么大面子？哦，这个得经过家人同意。你妈能答应吗？我，不是你，你瞧你那样，就跟我马上要捐躯似的。你放心吧，我怎么也能活个。100岁吧，就你，哼，活个250岁差不多。你才250呢，你。哎，跟你说正经的，我想约你去个地方。去哪？如果可以的话，就在唐湾栈桥下的篮球场见，时间你定。干嘛去啊？我去我家。去你家啊？哎，不是，干嘛呀？我啊，什么意思啊？就喜欢你这样的，所以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找你。骗人，分明是大孝子回家尽孝的。
那大孝子有什么不好吗？所以呀，我才要给我妈带回家一个最棒的儿媳妇。谁答应你了？我们只不过是同学而已。哎呦，那梁山伯和祝英台是同学啊，那他们彼此暗恋也没说破呀。别瞎说，我可不是你的蝴蝶。 天辉，你还记得我在短信里跟你说过的话吗？当我再次站在你面前的时候，我的心将永远贴着你的心跳。你怎么了？ 对不起，我真讨厌，人家等了你七年。对不起，那你对不起。 天辉，你是我唯一爱上，并且想娶的女孩，所以我想请你先去我家看看，见见我妈。如果你不改变主意的话，我陪你一辈子。我不会改的。100年，哦不，250年。
不是，你干嘛去啊？第四级阿姨，我总不能空着手去吧？阿姨好，这个呢80，我来一束这个。好，我给你拿。阿姨给你钱。 先给他包扎一下吧，啊！关心你自己吧，你的伤比那人弄多了。2H进行B型1000毫升准备输血，血库好像没这种血。胡说，这小伙子自己就捐了1800毫升。我这信息都献给我自己了。病人家属，哎，我不是家属，没通知。赶快叫家属来，还有一大堆单子等着签字呢啊！ 1000毫升 ，RH 阴性 B 型快，是。心跳也没有了，肝功也没了，怕是救不活了。你还没救呢。 谢宇航家吗？是啊，你是阿姨你好，我是谢宇航的高中同学，我叫苏天慧。哦，哎，老是听宇航念叨你，来孩子，快进屋来，阿姨。宇航出事儿了。来，不好意思，让开，少主妈妈来了，让开。来，不好意思，让开，谢谢。你们这一说的没咋说。 吓着你了吗？这是咋了？这是，阿姨，都怪我，他是因为我才……妈，这事怪我，我明知道那个路口特别复杂，我忘了，我当时……哎，你们哪位给签个字啊？我，啊，来，在这儿。谢谢你啊，好好养伤啊。哎，您慢走。 孩子，都伤到哪儿了？你医生咋说呀？妈，这不是在等结果呢吗？您别害怕，我没事儿。你敢有事儿，我不能白养你这么大。哼，哎妈，我给你介绍啊，他是……我们认识了。原以为还能在家里好好聚聚的。哎妈，这以后机会多着呢，等我在这儿养个10天半个月的呀，我就又能到处乱跑了。 哪位是家属？哦，我是他妈。哎，他爸没来。哦，他爸早就去世了。啥事跟我说吧。大夫，他是医学院毕业的，有什么话您找他谈吧。
你什么专业？临床医学。跟我来。脑干损伤。结果会怎么样？高位截瘫，或是脑死亡。你是说他？ 还有几项检查结果现在还没有出来，如果说脑干真的受伤的话，他很快就要昏迷了。不可能！不可能！一定是机器出错了。机器是新引进的，而且片子拍得很清楚。你说他会高位截瘫？他会脑死亡。 他现在那么清醒，他身体那么棒，他是个运动员，他会……行了行了，我把你请过来，不是让你给我上课的。我不信，我不信，我不信！你冷静一点好不好？小点声。你叫我怎么冷静？我们俩今天才刚刚开始，你叫我怎么冷静？那你不要这么自私，可以吗？你多替他想想。 现在躺在那儿的人就是我，是我害了他，是我害了他。你现在根本没空哭，他清醒的时间不多了，真的。 我说啥来着？您还非不信？现在您放心了吧？可，这都伤到哪儿了？咋流这么多血呢？腰、大腿，还有肋骨三根骨折。我的天哪！妈，这都不算是事儿。 我在体院训练的时候，那好几次骨折，我都没敢告诉你。妈，就你这么一个贴心的，没了你，妈活不了。妈，我死不了，我保证。您说您一个人给我带大，多不容易呀，总得给我计划回报您。 这使多大的劲儿啊！把你给摔成这样了，来，打我几个大嘴巴，解解气啊！来，啊！宇航，你怎么了？孩子哪儿疼啊？我的背。宇航，你别动。啊！这可咋办呢？阿姨没事，我去叫医生，我去叫医生。出来了，到底啥问题呀？ 都回来！哎，念给我听。你听不懂，那是超声和验血单子，都是代码。我不懂，你懂，你讲给我听。我们看了没用，还是要大夫看看啊。站住！哎呦，儿子，把单子给我。你过来。 你咋这么跟人家女孩说话呢？妈，她有事瞒着我。天辉呀，到底啥事儿啊？你说话呀！主任，指标上来了。
你醒了？啊？这是哪儿？医院。你病了？下巴结束了吗？结束了。你现在啊，可以休息了。我不能躺在这儿，明天就要首演了。哎，别动，别动，别动，丫头，别动，现在还不能动啊，不动。我怎么了？你要在医院待一段时间，因为你的病有一点严重。叔伯给我施了魔法，要让我睡上一百年吗？那你是睡美人吗？哎，不过我很欣赏你的勇敢。我不能永远都躺在这儿，我不能没有舞蹈。我很壮，一定会有奇迹发生的。什么？告诉我。夏之堂。那还能咋样？田慧，说呀！我现在没空听你撒谎。我是我妈的主心骨，她的生活我还没给安排好呢。田慧，我说不出口。不说就走。还好，我们俩还没确定关系。走啊！你干嘛那么凶？到底是啥病啊？是不是？我没几天了。说呀。脊椎断裂，可能会脑死亡。啥？阿姨，阿姨，阿姨，大夫，大夫，大夫，快救人！大夫，大夫，大夫，快来救人！你放心吧，交给我了。也许机器出错了，我们再找专家会一次诊。你走，不想再看你。你今天刚刚说你要娶我呢，我改变主意了。你改。
只能换肝了。啊，不是我批评你们，孩子的肝功现在近乎于为零，这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形成的。作为家长，你们怎么就这么粗心呢？你们怎么就一点症状都看不出来呢？这孩子耐力太强，根本不让我们看到他难受。宋大夫，听说这肝院要等两年，恐怕你们还要等得更久。供体器官本来就很少，而癌症阴性期就更稀有。那他怎么能等得到？我正要跟你们商量，你们最好能够活体捐献70%的肝，这样的话可以减少排异。是啊，我们愿意捐。可是我们两个的血型跟孩子都不匹配，都不是 RH 阴性，这怎么办？你们真是不应该鼓励孩子去学舞蹈啊！可是他很有天分，您看他在台上多美。就是宋大夫，能不能给我们破例优先一点呢？如果这是我的女儿，我也会跟你有一样的想法。可是你们看看，这些等着供肝的病人。主任，宋主任，四十六床没有呼吸了。抱歉，抱歉。签完合同了，我下个礼拜就能上班了，我马上就有工资了。哼，这可是你自个儿要回来的，你往后可别后悔。哎呦妈，我不反悔。你看，你这是为了妈耽误了自个儿的前途。妈，这不光是为了您啊，我可能有女朋友了。哎，儿子，真的，你啥时候把她领来让妈看看？说了，可能。哎呦，哎，你请大家来吃饭行吗？行，那我改天试试啊。哎呦，我的儿子长大了，想要娶媳妇了。妈，我要上班了。我要上班了。哎呦，儿子要上班了吗？哎呦，儿子，上班喽。哎呦，妈晕了。是我叫歪脖子叔。呀！你没事吧？你干嘛呢？你这是？你怎么这么蠢呢？是我害的他，我没勇气活。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别总往自己身上揽，那是个意外。他是因为我才被撞，我有罪。现在是自责的时候吗？他需要你，真的。我等了他7年。他今天刚刚跟我告白。你就算再喜欢他，你比得上生他养他的妈妈，啊？你都这么干，你让他妈怎么活？我没脸见他妈。他妈就他这么一个亲。你要是真想谢罪，你现在就回去帮他，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做不到。
压住！你咋了，儿子？我不要往下掉。儿子，我不要掉下去。再掉下去，我就再也回不来了。不要放开我，宇航！拉住！拉住！宇航！不！不！你咋了，孩子？你是困了，是咋了？宇航！宇航！宇航！大夫！大夫！我儿子。医生，怎么样了？病人开始昏迷了。那他还能醒过来吗？也许是困了，也许再也醒不过来了。医生，医生，阿姨，阿姨，阿姨。雪儿，你醒了。妈妈呢？我让你妈回家去了。我都把你们给熬坏了，我真不中用。傻闺女，别想象了啊！等你病好了，我们会有机会好好休息的。啊！出什么事儿了？宝贝儿，没事儿，我们都很担心你。姨妈怎么没来看看我？姨妈最近感冒了，你的抵抗力又弱，怕传染给你。你看，我代替她可以吗？不行，我想她。小豪，小豪。姨父，哎，你妈最近怎么样？我们也没空去看看去。真是祸不单行啊！已经确诊了，脑死亡。啊？这，哎呀，你说我们这是做错什么了？到底是啊？其实我妈的血栓一直处于危险期，她只是不想让我们太担心。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我们就得接受这个现实。哎，我去尽儿子最后的孝心。你妈，你们好好照顾雪儿，我们都不要彼此为对方担心了。嗯，好的，孩子。亏你想得开。你看，你看看你的，那他要是想不开，那天不会塌下来。去吧，孩子，电梯来了。回去吧，你们。变了主意，说什么也不给了。为什么？不是有协议吗？协议有什么用啊？那就是废纸一张。不要紧，不要紧，也许过几天他们就会改变主意。主任，您干嘛总是把人想得那么善良？怎么了？实话跟您说吧，人一早就火化了。你说什么？家属私自拔掉了呼吸机，孩子凌晨的时候就没有了心跳。主任，小宝停止心跳了。别激动啊！
雪儿，雪儿你怎么了？雪儿，雪儿，孩子怎么了？雪儿，大夫快，大夫快点儿，孩子，大夫你送抢救室，快叫宋主任。真舍不得，这一天天，日出日落，可这证明我还活着。我要让你日出日落的那种。可这暂时说。老天爷安排好了，只有副总的份儿。那我怎么办？没有了你，就没有了日出，只剩日落，太可怕了。姐妹，你别这样，你这样我就更放不下了。你把我的心都掏空了，你知道吗？所以我想，要是能留下来点什么东西，陪着你就好了。我不要，我就要你活着。你别哭了，天辉，咱没那么多时间了。趁我现在还清醒，赶紧把正事给办了。什么事儿？怎么了？我们要面对现实，所以不能想一些没有用的，你明白吗？宋大夫，是不是不行了？情况非常不好。啊，你们要有准备。真的没办法了吗？除非现在天上飞来一个公干，而且是指名道姓送给你们的。当然。这是不可能的，签字吧，我们好采取措施。
他身子最棒了，如果把他给烧了，我自己都觉得可惜。倒不如让他去救几个人，您说呢？我啥事都能依你，可这事儿不行。 你是妈身上的肉，割了你，妈疼，妈疼啊！ 你这个女孩子，妈，我算是做不了你的主了。阿姨，快，快饶我签字，快！别乱说，我爱你，不能总是只是动动嘴皮子。 局长，局长，局长，喊什么喊什么，大呼小叫的。局长，我求求你帮帮我。 受累了，我问你，你说宇航要把自个儿捐出去，什么意思？就是把五脏啥的捐给那些需要的病人，我想让亲人们来替他爸签个字。
你这丫头真能！ 我还以为咱们捐献办这一年都开不了张了呢，哎，你咋办到的啊？哎，你怎么了？行了。 说说，啥情况啊？谁要捐献？我男朋友。哦，男朋友，亲属可以捐献吗？应该可以吧。行了，都啥时候了，你们还说工作上的事情，让孩子休息休息。没时间了。医生说，他随时都有要走的可能。他是自愿要求的。 那得填表了，签字了没有啊？他瘫痪了，握不住笔了。直系家属都同意也行。他妈倒是动心了，可他妈说，宇航从小没爸，要通知他爷爷和他伯。 玉航是咱谢家最有出息的孩子，咋能不给他留个全尸呢？玉航说，他的身子都是好好的，就这么脏了，太可惜了。他想活在别人身上，不光救了别人，也没给咱亲人留个念想。就活了别人，你儿子不得干些八块？你还是个人吗？终生不如。是啊。 你就心不疼，你又不怕你儿子回不来，将来报复你。这是宇航的遗嘱，我不忍心拧着孩子。他的遗嘱在哪？找给我看看。我找不出来，你就是胡说八道。对，孩子的手动不了，写不了字，我这才让亲人们来争个名啊。跟他说没用，宇航是他谢家的孙子，必须归他祖坟。 你们要干啥呀，大哥？咱先把宇航弄回家，家里都把墓穴给挖好了，走走。胡说，孩子还没念气呢。哎呀，大哥，咱要是不弄回家，又让他们给糟蹋，怎么办？闪着在这等着。对，再守着。对，再守着。大哥，大哥。 你是要手机吗？是要这个吗？哎，你们找谁呀？ 别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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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你们都干了些什么？你们要害死我的儿子！我这胆侄子，你们每天提起来不犯法吗？你们闪开！以后要是死在你们手里，我就告你们杀人罪！我的儿子，让开，让开！宇航，快抢救！儿子。你去哪儿？你不去，我去行吗？回来这八一年，我都说不出口，你呢？为了我的孩子，没啥不能的。你怎么这么心狠？要是你姐姐躺在那儿，你也能？那要果真是我姐姐，我早就去了。专家都宣布她脑死亡了，可偏巧就剩下一副好好的肝脏，又跟孩子的血型正配。你说这不是她大姨要诚心救她外甥女吗？啊？你快点走开！我怎么能拿姐姐的命去换女儿的命？你姐姐已经死了。她没有死，她还有心跳，还有体温，还有呼吸呢。你怎么这么糊涂呢？那不是她活着，那是机器替她活着，你明白吗？那也不能从我嘴里说出来。把姐姐的肝脏挖出来，想想我都不能原谅自己。你忘了宋大夫是怎么说的？要是连自己的亲人都不愿意捐，那怎么还能指望那些素不相识的人？你说，我们局长来了。宇航的妈，您先别太着急了，这件事我们一会儿。哎呦，局长，怎么样了？现在情况恐怕是不行了。你们害了我儿子，你们也算是本家的亲人。医生，我求你一定救活他。您得明白，他是迟早要走的，只不过是早几天或者晚几天的事儿。我求您再想想办法。可是他脊椎已经断了，这个是接不上的。那您还救不救？救。您听我一句劝啊，孩子要走，就让他走得舒服一点，多维持一天，就多一天的痛苦和折磨，真的。再有，这个抢救的费用真的非常高，您后面的日子还过。您怎么不明白我在说什么呢？我知道我儿子要走，可总得要等到他们把身子捐出去。那您的意思？这是他最后一个愿望，我不忍心拧着孩子。求您，大夫。现在唯一能延续他生命的办法，就是体外循环，我们叫它人工肝。但是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挽救他的生命，只是短暂支撑病人的生命体征，以等候供肝到来的临时措施。可是如果没有供肝可等，就不必要这样做。做价格很贵，而且感染率高。做。嗯。时间不能长。我的意思是说，你们只有几天时间可以选择。做。交费去吧。多少钱？七千，管到啥时候？就一天。稳一点，稳一点，都别慌。慢一点，慢一点。
王护士，快！对不起，你们不能进来。病人心脏停跳了40分钟，还救不救？心跳还在呢，我知道你舍不得抛下我，我这样说话你能听见吗？刚想说这些话，我不好意思。我爱你，这些年我一直问自己，我能离得开谢雨好吗？为他是不能，如果没有雨航，我有多
你有多爱我？你哪样都好，就是爱捉弄人。哎，我就是想知道嘛。我知道我自己有多爱你，可我不知道你怎么爱我。我一直很爱你，可是你周围总有那么多女生追你，根本没有我靠前的份儿。栽赃了啊！你可是我的初恋，之前没有任何人。心跳恢复了，血压上来了，他回来了。真好，我就知道，你知道你舍不得我。姑娘，姑娘，你冷静一点，冷静一点。来来来，把他请出去，快快快！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抢救！喂，你好，我是宋伯恩。真抱歉，上次没有让你们采访成。我现在有点时间，你们可以过来吗？谢宇航，谢宇航，你能听见我说话？你能听见我说话？他已经没有意识了。他这是在干啥呀？他在干啥？儿子，谢宇航，你已经尽力了。不管咋样，你都是咱县的骄傲。这个，是宇航的短信。签字了，他回来就是为了签字的。你这个女孩子，这不可能啊！他已经没有意识了，他怎么可能会发短信呢？可就是现在，16:18。不对呀，他写的时候没有证人呢，没有法律效力。我证明，我亲眼看见他写的信息，只差发送了。可以了吗？啊，好了。请这边。嗯。器官捐献难就难在与旧的传统观念的抗争上。观念的改变就像分娩一样痛苦，可孩子一定要生下来。我们现在正处在阵痛的时候，可阵痛就是希望。您说的太好了。
只有全社会共同承担这个社会责任，阵痛才能过去，才能有希望。我们正在做一档节目，是关于开通器官捐献的绿色通道，您觉得呢？好啊，我们国家不仅是捐献者少，还有相关法律不完善、程序不便捷等等好多问题，也有人要主动捐献器官，却找不到正当便捷的途径。你们这么做，或许会救活很多人。您这样说，我们就更有信心了。谢谢。只是，他已经等不及了。重症监护啊，一天就是7000块啊！现在3天过去了，以我对他家的了解，钱匣子应该是空了。我没法接受，怎么能让器官捐献者自费维持生命体征？喂，这太过分了！什么时候报道市里？我们是个基层县啊。是是是，对。什么？要1级级上报？哎呀，我说你能不能？啥时候能到省里？还得4天。他妈！对不起。这4天，就是小3万块钱。就是报到省里，也不一定能捐得出去啊。啥？姓许就根本没有这种血型的受体。那。我们自己找，中国这么大，我就不相信找不着。你得依法办事，不能使性子。我没使性子，我在履行职业责任。等待供体的人这么多，H 阴性供体更是稀少。如果宇航捐不出去，这就意味着我们耽误了几个人活下去的机会。我们器官捐献办就应该承担责任。这丫头有理，咱是得主动找，起码咱得把消息传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但是最要紧的还是费用啊。我认为这笔钱应该由政府来出。不可能，器官是无偿捐献的，一发钱就有买卖的嫌疑。干嘛要与器官捐献挂钩呢？就不能以别的名义吗？这样下去就没人捐献了，我们的工作就没法做了。宇航一家这么深明大义，我们做慈善事业的绝不能让他们既丢了亲人又丢了信仰。我正要锁门回医院去呢，你先回去吧啊！太乱了，你别进来了。不是阿姨，你别进来。阿姨，您这是要卖房子？先把宇航的事办完了再说吧。我一个人，咋着都好办。这不是您一个人的事儿，这是咱们全县的大事儿。你怎么能一个人扛着呢？求你别张扬，只要能让宇航顺利的捐了，我就是要饭我也认。那不可能，阿姨，您还有我，我会替他照顾您的。你还有您的生活，女孩子耽搁不得。阿姨，您爱宇航有多少，我就有多少；我爱他有多少，也爱您有多少。您是他的妈，当然也是我的妈，我们不会分开。
实在没有勇气跟你表哥和姨父开口，这太难了。也许明天我能，但是现在，你一定要等到我。呼吸机给停了，为什么？为什么？你说为什么？还不是为了躲避给雪儿捐肝？你胡说！我外甥绝干不出这种事儿，那可是他亲妈。是啊，你外甥是干不出来，可是有人逼他干啊。雪儿他姨父始终不同意给我们捐肝。我这就给姐夫打电话。晚了，人都凉了，早过了捐献的时机。妈想跟你商量，咱俩的难处，咱自个儿担着。妈，这是我们局长。这是大家的心意。您这是？往后的医疗费啊，您就不用再操心了。不不，这是我家的私事，怎么能花大伙的钱呢？你可知道，宇航是咱县器官捐献事业零的突破呀。你看看大家，外面多少人在等捐献呢？你看，谢老师，我们来看您了。虽然还没有上过您的一堂课，但是我们都非常非常的喜欢您。孩子，阿姨，这是我的压岁钱。哎，孩子，这怎么行啊？阿姨，这是我们全院职工自发组织捐助的一点心意，您一定要收下。谢谢。这是肇事司机单位的领导，他们给你儿子送来的抚慰金。实在对不起，谢谢。还有，这是我们交警大队干警的一点心意。不不，不不，说好不麻烦大伙儿的，可还是都麻烦到了。不麻烦，不麻烦。妹妹，你们。你们想要干啥呀？雨涵妈，我们是来给你送钱的。是，你们就别再添乱了。弟妹啊，我们今天是来给雨涵签字的。对，真的签字的。是啊。是。哎，让一下，让一下。电视台开始播器官移植的节目了，你们不是要找 RH 阴性血系的受体吗？是兴许能有帮助。天哪！走走走，快去看看，快去看。走走走。中国的器官移植技术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可是中国的器官供体适应才刚刚起步。供体和受体的比例非常悬殊，常常是上百例病人等着抢一个供体，因此我们不得不眼看着太多不必要的死亡频繁发生。就像这位年轻的舞蹈演员一样，一位花季少女，美丽而天才的舞蹈演员，因肝功能衰竭而生命垂危，现在只有肝脏移植才能挽救她的生命。可是她至少要排队等待两年以上，才有可能获得换肝的机会。然而，她所剩的时间或许只有两天了。据说，少女的姨妈也在近期因突发性脑溢血而造成大脑死亡。她的血型刚好与外甥女同为稀有的 2H 阴性 B 型，
姨妈完全有条件可以让外甥女起死回生，然而种种伦理的恐惧困扰着亲人们，最终无人触碰禁区，使少女错过了这个难得的生存机会。我们拿什么来拯救这位天使般的少女以及千千万万因器官衰竭而面临死亡的生命呢？我们替少女呼吁，希望勇敢的姨妈们站出来，向传统世俗的观念抗争，献出你们的人间大爱。 RH 阴性 B 型血，他跟宇航一样，咱就捐给他了。现在我们就正式开通器官捐献的绿色通道，凡有捐献意愿并遇到困难的朋友，请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7 41。不会吧，这么快，我都不敢接了。赶紧接吧。你好，这里是器官捐献绿色通道，请问您是？你好，主持人，我的朋友自愿捐献他的全部器官，血型和他一样 ，H 阴性 B 型。可是我们这里偏僻，程序很慢，我怕他等不及了。你能帮助协调一下吗？可以可以，真是太神奇了。我替所有等待器官移植的病人感谢您。我马上就连线我们的节目顾问，外科移植专家宋伯恩大夫。谢谢谢谢。妈，好了吗？电话。这是。宋大夫吗？是我。请您与捐献者家属直接沟通细节好吗？好，好，好，好。你好，我是宋伯恩。您好，大夫。我的儿子自愿捐献他的全身器官，手续齐全。我们想捐给这位舞蹈演员，他们的血型正配。感谢您的善举，只是器官的捐献和使用必须服从系统的分配，这样才能做到公正、公平和公开。那闺女呢？就这么眼看着她要走了？也许系统会自动选择她。可是等待这种血型器官的病人有很多，生命是平等的，只要您捐献，肯定能救活很多人。要是我认了这女孩做外甥女儿，那我这个当姨妈的就能够指名捐给她了，是吗？喂，您说话呀，大夫。这电话断了吗？喂。啊，没有没有。我一定向这位舞蹈演员转达您的好意，我替他的父母谢谢您。只是为了公正，我们必须听从系统的自动筛选。祝他好运。真是太感人了，谢谢好心的姨妈，我们马上联系省器官获取机构为您加急办理。但愿这一次，他的愿望能实现呢。器官维护得非常好，完全符合捐献标准。谢谢你，谢谢，谢谢。我们可以签字了。
小慧，你是我唯一爱上并且想娶的女孩，所以我想请你先去我家看看，见见我妈。如果你不改变主意的话，我陪你一辈子。我已经去过你家，我不会改的。100年。 250年，那阳光下的小草，那欢畅的小鸟，那是我为你留下的风景，那是我为你吟唱的歌谣。 好心的人，雪儿来看你了。虽然不知道哪个是你的名字，但是我知道你一定就在这墙上。童话里说，有爱心的人是永远不会死的。就让我祝愿你灵魂永生吧。 谁？我儿子，他救了几个人？6个人。他真了不起，他叫什么名字？这个就是他，谢宇航，多好听的名字。你是来看谁的？一个给我捐过肝的人，如果没有他。 也许又早就死了。谢谢你这么有心，还来看看他。嗯，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以后我每年清明都会来。咱们再见面吧。好啊，姨妈。 原谅我的冒昧，因为我的捐献者的妈妈为了救我，一定要认我做外甥女。可是到现在我都没有见过这位姨妈。既然见不到那位姨妈，就让我叫您一声姨妈吧。 活在我的身体里，他贴着我的心，我总跟他对话，可有意思了。你真幸运，一定替他好好活着。嗯，我承载着他的生命。
信了。我儿子还活着。这世界满了浮躁，真爱哪里找？设计的光明在照耀，我将生死抛。那阳光下的小草，那欢畅的小鸟，那是我为你留下的风景，那是我为你吟唱的歌谣。我的心贴着你的心跳，再次拥抱，为你祈祷，为你笑。我的心贴着你的心跳。